什么地方见过你？山上的格桑花开得好美丽，我要摘一朵亲手送给你。纯纯的笑容，傻傻的话语，烙印在我的心头难忘记。头上的彩蝶呀，飞得好甜蜜，想要对你说，我已爱上你。
想在什么地方见过你，山上的格桑花开得好美丽，我要摘一朵情书送给你，纯纯的笑容，傻傻的话语，烙印在我的心头难忘记。头上的彩蝶呀，飞得好甜蜜，想要对你说，我已爱上你。今天呢就在这里写过少游了啊，这个在这个村里面今天就吃腊肉，因为这个村里面没有菜卖，腊肉炒这个青菜啊，白菜，这个腊肉是从老家带过来的啊，刚刚煮了一下，看到没有，晶莹剔透的，还是还可以的，就是有点肥啊，肥的话拿来炒这个白菜是可以的，好吃。看一下有没有时运，还可以哦。这边温度啊很高啊，太高了，这边温度。大蒜，对，对对。啊、哦，不用，放一根吧，放一根炒土豆吧。辣椒，辣椒，那就可以放一个。现在呢，已经切好了，就准备炒了。今天吃饭吃早一点，先炒土豆，把肉搞到锅里面。看看这个肉漂不漂亮，有没有勾起你们的食欲啊？拿这个肉来炒土豆，先炸一下油啊。现在开始下入这个土豆啊，先下入葱丝、姜丝下入里面，再下入这个土豆片，再翻炒几下。给它扒拉扒拉几下，再现在香味已经出来了啊！现在给你们看一下这个蓝天白云啊，这里的风景是非常的优美啊。起锅了，起锅了，看起来还是蛮有食欲的啊。现在这个上海青呢，炒腊肉已经炒好了啊，准备吃了。小凤拿碗开始吃了，现在已经全部做好了，去吧。现在已经是下午两三点钟了啊，我们准备吃中午饭啊。来，小凤吃一块肉，多吃点啊。这边呢要快点吃，不然的话等一下下雨了就没法吃了啊。现在我们赶紧吃，吃完了把东西收好。